thank you to our incredible our team here from New York Roadrunners. Have an amazing run, folks. Hello， 朋友们，我是山小月。2022年1月23号啊，星期天，今天要来中央公园跑一个2022年的首场赛事半马比赛啊。我今天会和朋友们一起跑，不是自己冲 PR 那种。大概我们会跑130左右，或者他们如果想跑慢点，可能135左右。现在到起点了，这边是存包的地儿，这些排队的都是在存包的同学，然后前面我先进 crow 再说，已经快比赛了。 OK， 朋友们到起点了，我来找一找我的这些小伙伴啊。首先这是 AA 和 A crow， 这是最快的朋友们，然后Let's see. Looks like today, Fred, no one there. Ezra Feig from Brooklyn will be following in his footsteps. Today's event will be a 13-mile loop here on the Ted Corbett Loop in Central Park. You'll have 3 aid stations on the course. Delineation is on the route as well, and we'll have our course marshals out there. We will also have electrolyte gels available for the athletes as you approach that point. Your command will be... Make sure you say a huge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volunteers. We haven't found Max, we'll talk about it later.我先跟135的 Pacer 看他们能不能找过来。Today, make sure you give a huge shout out to the team from Harlem Run. They're out there on the course cheering you on. Thank you to our Pacers. Thank you to our incredible our team here from New York Roadrunners. Have an amazing run, folks. How about we turn up some music and get some energy popping in this place?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Tad. 这是博文啊，我们今天。暂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可能哈，有的人是不想跟我们，觉得我们太慢了，你知道吧？其实，在前面，我们一开始说的是先跟135的 Pacer， 但他们很有可能先跟130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人是干得出来的，尤其我跟你讲，像剑哥这种，之前说跟我们一起跑，然后听我说我们可能先跑个135。就不回信息了，对，他就压根不回我了，你知道吗？哎，点点，爷，哎，爷爷你好，嗨嗨，我你好，来打招呼，打招呼，Hello，Hi， 这位是来自蓝山的教养大哥，新人朋友们，新年好，好，大家知道，大年就是打酱油啊，为什么这个教养大哥刚才停顿了一下吗？因为太冷了。使我突然想起了18波士顿，我跟一个朋友说一句话，那一句话大概10个字吧，我说了大概有1分多钟，一个字吐10几秒。Hello，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跟博文的这个鞋哈。我是穿的李宁Elite 2.0， 然后这边是Alpha Fly 耐克的。大家看到了我对李宁的忠诚啊。李宁，请让我今年的比赛都穿李宁吧，靠你们了，就这样。So this is a 135 pacer. Yeah. What's your name? 我名字叫 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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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姓什么？我姓易。你姓易。We're from Newbie Running Club. Is this gonna be a PR for you? 135? No. Easy pace. Easy. All day. I just run with my friends. Good. Excellent. Well, 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圈六迈。大概10公里这么一个距离，还有第二圈六迈之后再绕一个 Harlem Hill 就结束了，这个比赛就结束了。对，这个比赛就结束了。然后我们的博主还会再跑一会儿。什么叫你们的博主？朋友们，看到前面是十迈点，我们已经在135这个 group 里面，隐形了大概16公里的样子，还剩最后5公里啊。我们再等一等，等到最后3公里的时候，我们加点速。Go, mama, go, go, go. Yeah, mama, let's go. You got it.哈喽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还剩大概最后一迈，就是1.6公里的样子。135的 pacer 已经被我们远远的甩在后面了。哎，加油，月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大坡，准确的说是一个山要跑。OK, see you guys later. 这是 Elite 的头头，名叫玄博文。Hello, 朋友们，这就是我说的最后一座山了，马上前面就开始上坡。我们当前的配速大概是比4分每公里要快一点，3:55左右。那上了这个坡，估计就下来了。这很多是已经被我们套圈的，所以你看他跑得比较慢。OK, 我爬完坡再说。到坡顶了，朋友们。最后再有个下坡，今天这个比赛就结束了。已经跟不上波纹了。
他这个冲刺能力太强了。OK， 朋友们，咱们结束了啊。Thank you, one tier. Congratulations. OK， 朋友们。And Lucy Brash, top female finisher. You can hear my voice. 然后，我们现在来找一找那两个弃我们而去的，一个 Max， 一个格菲，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我们再回望一下这个终点啊。最后实际应该跑了134左右，不是不是，你肯定进134。哦，是吗？嗯。哦，我们出发的时候比那个时间要差一分钟。哦，等于说我们就是最后五公里稍微加了些，前面都是跟着135。对。而且他们前面快。前面快了一点，所以我们最后应该跑了个133以内。其实成绩不重要啊，只要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比赛来强行让自己稍微的加一点这个强度，要不然这个冬天基本上在家就慢跑慢跑慢跑。对 ，Justin。OK。Congratulations. Welcome on. 我来打电话。朋友们，这是今年年度的第一场比赛，一个小奖牌，它是为了纪念 NYR 的这个创始人吧 ，Fred 乐宝，我也不知道英文怎么读。就给他翻译一下。好，他设计了牛马的 Five Borrow 的路线。对对对，以前都是在 Central Park 里绕圈圈。对，以前那个牛马是在 Central Park 绕圈儿。我们俩一起跟着路线跑。哦耶！新年好，新年好，姚大哥，姚大哥。这是他的这个那个 UP 主的很多朋友们，就是大家都说非常非常厉害的苗大哥。苗大哥前两天又跑了一个那个加强版的环岛，又 Randos 也去了，我看您的那全是加强版。哪里？我跟你们速度差太远了。没有。我靠，你这个130，朋友，看到了吧？这些就是说要跟我们一起跑，然后最后是你也看到了，在我们前面多少？这个跑了多少？129不到。瞧，这边这个在你前头，在你后头，对，肯定在你前头。他是跑得比我快，在我后面，但是他晚出发，出发的晚，他出发晚。对，我出发晚了。这个127啊，那个是125啊。嗯。行，只有你按课表行事。邱哥飞在后面，还没跑完。先看他，先照着咱们再走。所以今天跑的什么呀你？我跑了四麦的一姐。然后后面跑的什么？就是，反正730以内吧。不是什么玩意儿，730你能破什么？657吧，差不多。他我估计少，他应该慢。910配置还早，是。我不录了。他跟张冲，加油！来，走，加油，对比，加油！哎，好不容易从来爬山，入境了，啊，新风。我不陪你了，加油！最后一点儿。所以开始了10分钟，差不多145，我看是不是？145，已经145了。那你这个147了，估计跑的什么玩意儿？他们跟着了，他没跟着，你走吧，我就目送卡姐过去了。Support him, he's a beast. Love you too, and love your running group. You guys motivate me. So this is your brother? Yeah, my brother is Santiago. This is a beautiful YouTuber.
Yeah. Paulo. How you doing, man? Yeah. Nice to meet you. Likewise. Big Sati. Oh, okay. Thank you so much, man. Okay. Keep on doing the good work. I'll see you next race. Yes, sir. Bless you, boss. Thank you. See you. Thank you so Great much. To meet you, man. Yeah, nice to meet you. 他居然每次都能认出来我，可能因为我今天穿队服。他是那个牛马，就是终点的时候，他在终点做志愿者。Yeah. 然后就上来第一件就过来，我看过你的 YouTube channel， 我是你的粉丝，这样的特别有意思。今天又遇见了。Yeah. Hello， 朋友们，我已经回到了早上出发的地儿，咱们今天就到这里。这个。中央公园长距离加上一个半马比赛的 vlog 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